心灵天鹅湖泡光节，心灵天鹅湖泡光节，1月27到3月份，心灵天鹅湖泡光节，看那个到晚上都有灯光，漂亮。哦，要傍晚哦，晚上啊，那个车子停外面那个路边哦，一直停100-200公尺远，大概有快要到新港东的入庄的这路口。哦，那条往左边的路就是要到金寮前面。这个绕一圈哦，可以参观很多花灯作品。天鹅湖啊，古代那个农业的灌溉用的储水的地方啊，天鹅湖。后来有乌山头水库啊，你看附近的农田呢，用了乌山头水库的水，还是开尔水库的水，乌山头水库的。灌溉嘉南平原，那很远的，进去还要走很远。前方有没有看到有过桥的？前方，有过桥的，然后还过去还有的，风光啊！一到夜景很美。天鹅湖北边有那个赵子龙的庙，叫龙兴宫。赵子龙龙，今年龙年呢，金龙年。或者叫神龙岭，那庙在去年快年底的时候才落成启用，龙兴宫，兴国高中的兴，龙兴宫，天鹅湖很有，心灵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嘛，通常都会看假日都看到那个大游览车，大游览车都停很多。然后这个叫泡光节，可能跟那个天鹅湖湖面会喷水啊，然后有光影投影效果，有花灯作品可能用投影，有喷水然后又投影，产生艺术作品。